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上旧课纲，三明版第4册第10课，Butterflies and Elephant，蝴蝶跟大象。700 faces were staring at me，有700张脸呢，正盯着我看。Some people were giggling, while others were quietly attentive. OK, some 跟 others 的结构注意一下，这是在用在没有特定范围的时候。比如说班上有些人喜欢唱歌，有些人喜欢跳舞，但班上的人的嗜好不可能只有这两种。哦，你只是列举其中一些而已，所以用 some, others。While 的概念是然而、可是的概念，就是有点类似是 however，只不过它是连接词，however 是副词。好，那有些人呢，他正在 giggling，就是咯咯笑，咯咯的笑。那有些人就非常安静的 attention 这个字应该之前有学过，attention 是注意力，所以 attentive 就是它延伸出来的形容词，就是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所以聚精会神的概念。I was one of the six princes who had been voted to appear on behalf of our high school in a citywide festival. 那我是其中一个，什么东西？其中一个，六个公主当中其中一个。好，那六个公主后面有形容词子句修饰，who had been voted？OK，那是先被选，先被投票完之后，我才成为六个公主其中一个。所以呢，新的动作我们用更过去，就是过去完成式。那因为票不能自己投啊，是被投出来的，所以用过去完成式的被动语态。那我们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完成式，好，完成式怎么改成被动语态呢？其实完成式的被动语态就是完成式加被动。完成式的句型是 have、has 或 had，去加上动词的 PP 型，那被动语态的句型是 be 动词加上 PP，两个加起来的话就是 have、has 或者是 had，直接放下来。be 动词的 PP 型就是 been，然后 PP 型再放下来，所以完成式的被动语态就是 have、has 或 had，加上 been 再加上 PP。那我们这一课用的叫做过去完成式的被动语态，所以过去完成式被动语态就是 had been voted。OK，那我们六个是被选出来去干嘛？To appear 是出现。On behalf of 要被哦，这片语叫做代表我们高中 in a citywide festival 就是一个全市的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那个节庆。好，所以我们代表学校去参加。When I was elected，那当我被选的时候呢，I knew that 我就知道 I'd eventually have to give a speech to the student body。OK，我最后知道我一定要给一个演说，就是 deliver speech，就是发表演说或 give a speech。我必须要对着所有的 the student body，就是所有学生。我要对这所有的学生去发表演说，despite 或 in spite of 都可以哈。尽管呢，my acute anxiety，despite 跟 in spite of 都是介系词的概念，所以后面加名词或 being 哈。那他说呢，尽管我非常剧烈的一个焦虑，acute 就是急性的或者是剧烈的概念。看到 acu，注意一下这个字首是尖锐的概念。好，所以是急剧的概念。I decided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 Take on 这片语要背，叫做承担。我决定要承担这个挑战，and conquer my fear of public speaking，然后去克服我的恐惧感。什么恐惧感呢？公开演说的恐惧感。Conquer 是征服，你也可以换成 overcome 或 surmount。好，surmount 大概只考试才会用到的单词。Little did the audience know that as I stood there looking at them. OK，这里我特别教一下好了，这个是一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叫做倒装句。倒装句之前应该有教过，所谓倒装句就是把句子改成疑问句，但不要加问号。我们这里的原本的句子本来应该是长这样。弄给大家看，The audience little knew that，观众很少知道，little 是否定副词，它是几乎没有的概念，好，几乎都不知道怎样。As I stood there looking at them，当我站在那边看着他们的时候，好，那我们既然把
否定副词放到句首的话，句子就要倒装。那我先从比较简单的句子来推，比如说，我从来不说谎，因为我要怎么讲呢？I never tell a lie。好，never 就是否定副词。那我们现在把 never 放到句首，把 never 放到句首，然后我再复制一句。我把 never 放到句首，我的句子剩下的句子要改成疑问句，但不要加问号。再重复一次哦，倒装句就是把句子改成疑问句，但是不要加问号。所以我把 never 放到句首，我这个句子要改成疑问句是什么？我说谎是 I tell a lie，我说谎吗？是什么？Do I tell a lie？所以这就是倒装句了。好，大小写改一下。那现在一样，the audience little knew that。OK，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句子再复制一次。好，我们看一下这句子，the audience little knew。我现在把 little 搬到句首。好，我剩下的句子 the audience knew 要改成疑问句呢，就变成什么？时态是过去式哦，所以 did the audience 助动词出现了，所以要怎么办呢？助动词出现了，所以后面的 knew 要改成 know。OK，变成 little did the audience know that as I stood there looking at them。OK，那 little 注意一下大写。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句子怎么来的结构了哈。Little didn't the audience know that as I stood there looking at them。这里 stood 的话起来，我们英文的站着 stand 坐着 sit lie 躺着这三个字后面呢，我们会加上，它是一个不完全不及物哈，所以它后面要加上受格。对不起，它不及物，所以后面要加上的是补语。那补语可以是形容词啊，那也可以用主 VNG，也可以用主动，主动的时候可以用 VNG，被动的时候可以用 PP。那站在那边看着他们是主动的，所以用 looking。好，所以就是你常常会看到 stand、sit or lie 后面加 VNG 的结构，原因在这里。好，那我当我站在那边看着他们的时候，seemingly 似乎呢，at ease 好像很自在。My heart was actually in my mouth。事实上呢，我的心脏已经到了我的嘴巴，感觉心脏心跳都快跳出来，就表示非常的极度的焦虑哦。Then I decided that。最后呢，然后呢，我就决定了，This must be not be true。这一定不是真的，at all，一点都不是真的，surely。They could hear the hammering of my heart。好，什么事情不是真的？他后面用 dash 键告诉你。那这件事情呢是什么？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就是什么事情呢？他说他们一定可以听得到 hammering 是梆梆梆的那个声音，他们一定听不到我的心跳。好，他们一定可以听得到我的心跳的那个梆梆梆的声音。好，那他就说主角其实认为呢，大多数的听。观众其实都应该知道，他非常的焦虑。Dear God, what am I doing? 亲爱的上帝啊，我到底在干嘛？I say to myself, okay, say to myself 就对我自己怎么说？It was not butterflies that I felt in my stomach。他说，并不是把蝴蝶在我的胃里面。英文有一个谚语叫做I hav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就是我在我的胃里面有。蝴蝶在，他其实要表示就是一个人非常的紧张，所以他这个作者用这个谚语的概念哦，所以他说并不是蝴蝶，而是那个我感受在我的胃里面的并不是蝴蝶，那这个是一个强调句，分裂句构，it is that 或 it was that 哦，如果不知道可以去看我英作教学里面教的分裂句构的结构，好，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了 butterflies，OK，他说呢，我感觉到的是不是蝴蝶在我的胃里面？No, now they were elephants。现在呢，他们是大象。他觉得他的已经不是蝴蝶在飞了，是大象在奔跑了。It seemed that the thundering heard
would tremble me thoroughly. OK，然后他说似乎呢，这个 thundering 就像雷声一样。Herd 是指一群，好、哦，通常大象的一群，我们用的是 herd，好、哦，鱼的一群，我们用的是那个 school 这个字。好，那它自己像雷一样的那个一群，它正在干嘛？践踏。Thoroughly 是彻彻底底的概念。Nervousness 过这种背骨就紧张，就是它名词型了，加 ness 变名词型。然后紧张已经怎么了呢？Filled my veins，把我的血管塞满了。Filled 是塞满、填满。Making me lightheaded，OK？Making 在这里是一个冠带省略的结构，本来是 which made，冠带拿掉 which，然后主动的改成 make ving 就变 making，OK？这里注意一下，这是冠带省略的结构。它能让我非常怎样？Lightheaded，头轻飘飘的，其实就是头晕目眩。好，这个如果你们在第一册的话，应该有学过一个左撇子的，叫什么？Left-handed，好，长头发的叫做 long-haired，大眼睛的叫 big-eyed，它其实都是形容词，加上一个 hyphen，再加上名词，再加 ed 的结构。I step toward the microphone，然后呢，我就走向麦克风。A wave of old has bobbing before me like waves in the sea. OK，这里 aware of 其实是已经做分词构句的结构，它已经主词那个形容连接词 although 拿掉了，相同主词 I 拿掉，be 动词也拿掉，只留下形容词的 aware of，be aware of 的话，这个片语就是意识到。虽然我已经意识到那一群，哦，就是那个已经有一群的人在那边干嘛。Bobbing 就是这么一直啵啵啵出现，哈，头一直出现。Before me 在我面前，like waves 就像海浪一样，in the sea 海边的浪一样。I began my speech，所以即使看到前面万头钻动，他也开始演说了。At the first few phrases came out quickly，那一开始呢，几个片语呢，几个词句呢，就很快的讲了出来。The quiver in my voice was noticeable。那 quiver 是颤抖，哦，就是在我声音里面的颤抖是可以听得到。Noticeable 就是 obvious，apparent 概念，就是很明显的。Yet with the crowd quieting down，OK，这里是表附带状态，哈，with 加上受格加上补语，哈，所以它用动词的 ving 形，哦，就是声音慢慢的，群众声音慢慢的降下来。A growing sense of confidence，有一股自信 began to build，开始被建立起来了，开始建立起来。As each word left my mouth，然后就随着每一个字从我嘴巴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多了一分的信心。My muscles 不会只有一条，好，肌肉不是数量是，我也忘记多少条了，好，是可以数的，所以呢有复数性。我的肌肉也开始放松了。My breathing eased 在这里动词，我的呼吸也开始平缓了。Maybe the weeks of practicing in front of my bedroom mirror，也许呢，是因为这几周有在练习，在我的卧室的镜子前面练习，我 pay up 叫发挥功效。Maybe I can really do this，I thought，我也许可以这么，真的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办得到，我就自己这么想。Just 30 seconds into my 3-minute speech，OK。就在30秒的时候，second 在这里是秒数，好，到我那个3分钟演说的时候，进行到30秒的时候，the microphone died 就是挂掉了，死掉了，麦克风突然坏掉了。Glaring at the troublesome instrument of my potential ruin，OK，那这里就是 glare 是非常生气哈。所以很生气的看着，glare 是怒视的概念，所以怒视着这个麻烦的这个器具哦，就是我可能 potential 是可能的，ruin 是破坏，就可能会破坏我的这个器具。I wondered 我就想知道，if 这里是否，it was possible 是否有没有可能啊，to strangle an inanimate object 有没有办法把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把它
掐死。OK，strangle 是掐死。How could the microphone do this to me？这麦克风怎么可以这么样对我呢？I was paralyzed。OK，我已经被瘫痪了，就是完全不能动弹不得的概念。With the horror。OK，因为什么关系啊？因为恐惧。And humiliation 就是那个。羞辱就是因为很难堪，然后因为很恐惧，我已经整个瘫在那边。And I frantically 非常慌乱的 try to think of what to do。Think of 就是想要知道该做什么，接下来该做什么。Should I run from the stage in despair？他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跑到那个舞台底下？In despair 就是非常绝望的。这个注意一下，in 加上名词的结构其实是个副词的功能。Or wait for the power to return to the microphone，或者是等那个麦克风的电力回来呢？Time seems to stand still，OK，时间似乎已经 stand 在这里是一个那个不完全不及物动词，所以它后面会加上一个形容词当做补语。Still 在这里是静止的概念，静止的。好，所以呢，时间似乎是静止了。Letting me 这里是一个冠带省略结构，就冠带加动词，冠带拿掉，动词改变句。OK，Letting me see the situation clearly。好，然后说时间好像静止了，然后让我把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I chose neither to flee nor to wait。我选择没有 neither A nor B。就是 A 跟 B 都不要，所以我没有选择逃跑，我也没有选择等待。After all，毕竟，How could if I win？How could I win if I didn't face an unexpected obstacle head on？他说，我怎么可能会赢呢？如果我没有去面对一个没有期待的一个障碍，head on 是在面前。就在你面前迎面而来的，所以如果我没有迎头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障碍，我怎么能够有办法去获胜呢？To make the next moment my own，to be 的概念就表目的的为了要让我的下一个moment 就是下一刻是我自己的，就是我能够稳住阵脚。I close my eyes，我就闭上眼睛，and stilled，stilled 是这里是指停止，这是一个动词的停止，still 或者 seized my trembling lips，OK，我就止住我正在颤抖的四肢，to prepare for what I had decided to do，OK，为我准备好做的事情来做，我决定好要做的事情来做准备。I inhale deeply，inhale 就是呼吸的吸进去。好，深深的吸了口气，pause for a moment，然后呢，暂停了一下下，and then continue。注意一下，A、B and C 三个动词都是过去式，要对称哦。Before me，在我面前，the huge audience，也就是那些安静的观众，focus on each word I spoke，非常专注在我讲的话。Knowing that，这里是一个分词结构。分词构句结构本来是 when I know 冠带连接词拿掉，相同组词拿掉，no new 改成 no knowing that I had made the right decision。OK，当我知道我自己做的是正确的决定的时候，I felt the blood return to my drained vessel。我觉得那个血液又重新回到我干涸的那个脸庞。Along with，其实就。And 的概念，或者是你可以换成 together with and a calming feeling，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镇静而且很确定的一个感觉也回来了。Next，接下来，I heard my voice ring out，我听到我的声音非常的响亮。Without electronic help this time，那这一次是没有电子器材的帮忙。It reached Far into the recesses of upper balcony，它呢一直 it 是指它的声音呢，就是我的声音已经到达非常远，到哪里？recesses 就是那种
阴暗的地方，避凉的，我们树底下那种阴暗处，在上面的那个看台上面，比较偏远的角落。Where，补充说明，关系副词表，比补充说明用法。Where I no longer saw people bobbing their heads，我不再看到有人在那边摇头晃脑。其实 bobbing their heads 就表示你会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应该不会在那边摇头、转头、转来转去，那表示你没有专心嘛。那他看到观众没有在转头，表示观众都在专注他的演讲了。But sitting fascinated，而且是非常入迷的坐在，非常入迷的坐在那个地方。And maybe even amazed at my determination，而且甚至呢是非常惊讶的，对我的决心感到非常惊艳。好，这里注意一下，一样 sit 这个字。stand, sit, lie，就站着、坐着、躺着这三个字后面都会加形容词。如果没有形容词，可以用 V I N G 表主动，P P 表被动。那这里为什么用 P P 呢？是因为它表示感到，感到非常的沉迷或着迷。As soon as my solo speech ended，那随着我个人的演讲结束，the cheering began and surged into the deafening roar，OK，那个欢呼声呢就开始了，而且呢，surge into 就是已经到了一种，像大浪倒到一个把你 deafening 就是把你耳朵弄聋的那个声音，那叫声，所以也就是他的演讲是颇受非常，很受大家的欢迎，所以观众非常大声的欢呼跟鼓舞。The large room even vibrated with applause，那这个很大房间甚至在震动，因为被什么东西 with 是有带着的概念，有因为的概念，所以是因为这个掌声的关系，所以整个房间都在震动的概念。Although I probably look humble on the outside，也许我的外在看起来非常谦虚，my heart was bursting with pride，我的内心其实是。Burst 是爆破的概念，bang bang bang，所以 burst into tears 就是突然放声大哭，所以其实它里面是有那种充满的那个 pride 是骄傲，所以里面的内心是很骄傲的概念。I had overcome my greatest fear，我已经克服我最大的恐惧，and handled an astral dose of unforeseen misfortune，而且已经处理一个额外的。一剂 dose 在这里是剂量，原意是剂量那就是我完全没办法看到的一个不幸，我也处理好了。I'd face my butterflies，我已经面对我的蝴蝶，and even my elephants anxiety，甚至是大象的那个焦虑。At that moment，在那一刻。The audience's loud cheering became a new herd of elephants thundering in my ears。观众很大声的欢呼声已经变成新的一群大象，然后呢，在轰隆隆的，轰隆隆，thundering 这里也是冠带省略的结构，那个冠带 which 或 that 加上 be 动词的 was 已经拿掉了，那他们是在那边像雷声一样的轰轰隆隆的在我耳边响。Then a realization swept over me，那有一个领悟扫过我，sweep 的过去式是 swept，背一下睡觉，sleep sleep，sleep slept slept，所以 swept，OK，你是狂扫了我。At that instant，在那一刻，I knew I could do anything，我知道我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Thinking about OK，这里也是分词构句的结构。举个躬，当我举躬的时候，I felt a glow that I would never forget。OK，glow 是光芒，我就觉得感受到一个光芒，然后从来没有办法忘记光芒。I came to comprehend that，我开始呢怎么样理解了或明白了。That within me exists a young woman who was once tested。A young woman bolder than her fear. OK，这里本来 within me 是一个地方副词，它是丢在这边，丢在尾巴了。它本来应该是一个结构，是
young woman who was once tested existing within me。然后现在把地方副词丢到前面，然后再把动词丢到前面，就像公车来的，Here comes bus。其实原来是 the bus comes here。好，那有一个什么？我理解到说，其实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士，那这个年轻女士曾经被测试过的，好，那她的呢，大胆已经胜过她的恐惧了，好，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啊，那个有一个那个女性是存在在我身上里面，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了，下课。